多维网，1999年由和平创建于美国，2009年被俞平海收购，总部迁往北京，是中共苦心经营了20余年的情报机构和海外大外宣平台，价值百亿。2017年，郭文贵先生开始爆料后，多维网不遗余力地抹黑，并在太平联盟 PAX 对郭先生的阐述中亲自出场，提供假证参与刑事犯罪。中共要求多维网发布了非法获取的 G-TV 投资者信息的照片，但照片刊登的时间晚于照片提交法庭时间。2022年4月28日 ,GTV 起诉多维网一案开庭。就在开庭两天前，多维仓皇中被迫关停网站与 APP。多维为逃避其犯下的罪行已付出惨重的代价，但其背后黑手最终依然难逃法律的制裁。